我招一个人客，好啊，今早就招来啦，200号嘛，有人要争呢啊，200块，来啦，这啊这啊，200号嘛，今早有人要争呢无，2位、4位啦，10位又来啦，8位啦，10位啦，12位啦，14位啦，16位又来啊，200号嘛，有人要争呢，肉鱼啊，肉鸡啊，有人要争呢无？阿姨，敢要吃肉鸡啦？嘿，看了，200号嘛，有人要吃啊，200号拢没有啊吼。200块都没有人要吃的吼，肉鱼啊，拢有啊，水的啊，这水的啊，跟你同款啊，好200，甲伊同款就好啊，200，够有人要吃啊无？两尾四尾啦，6尾又来，8尾又来啦，10尾啦，同款12尾啦，14尾啦，最后一个16尾，200号来花，肉鸡啊，够有人要蒸的无？哈，肉鱼啊，我剩最后一箱尔啦，敢够有人要蒸的哈，肉鸡啊？我把这最好修养的丢了，200块还有人要吃的吗？肉鱼200块还有人要的吗？霸气大啊！杀好了，杀好了，太好啊，就丢啊，拢太好啊，正啊就丢啦。啊，几数人送你等干收养了，等过4位、6位了，8位又来了，10位又来，12位又来，14位了，我就是12位又来，200块够了没？真的不？把这200块够了没？真的啊？200块就好啊。哈？你是出国多少人了？你厝的无大人哦，我觉得无看，无两个尔，你是认真。两个尔哦，恁迄个厉害啦，200号够人要吃的无？200块啊。好，钱嘛，你等我一下啦。钱嘛，你等我一下啦吼，太乖啊吼。200号够人要吃的无？要死不值钱啊！我知啦，我知啦，我听到你的心声啦。2位200，2位100啦，4位2位100啦，6位有100够好啊。好啦，这两尾要顺交代，这两尾要顺交代。八只了，够两尾啊！嘿，啊，你两尾每尾公鸡多啊？一百啦，100好够两尾，真的无啦？来，这边啦，尾两尾4尾啦，尾又来了，7尾八尾又来了，100啦。老鼠，总共就100啦，两尾4尾啦，尾又来了，8尾啦，100块，来这边。肉尾，百，2尾4尾，6尾，8尾。来阿爸鱼啊，够有人要蒸的无？2尾4尾了，6尾又来了，6尾100你都买无啊啦！我招一个8尾又来，100块还有人要吃的吗？爸鱼啊，100号够人要蒸的无？拢没有啊吼，拢没有啊！来，来，我爸鱼出最后啊啦！2尾又来，4尾又来，6尾又来，赶快8尾又来，最后一个人用100，够来阿姨啊！最后一个50，够人要蒸的无？50号。无啊啦，真的无啊，来个鱼啊！好，好，来啊！嘿，阿弟，我问你一下哈，过年你有物件你有吃啊无？过年要的东西你们要吃的吗？是最新的啦，昨天才到货而已啦。这叫啥？猪脚村，皮卡好啊！你等你创个烧来吃啊呀！你听得懂意思吗？不是弄炭，用个烧来吃啊呀啦！卡苏要劈落啦，滚一下来吃啊呀就对啦。来，我问一下啦，落去，好啦，我再甲卖一下啦，新的产品你帮我介绍一下，我还拢放咧后壁，让人知影哟。来，这叫啥？猪脚圈啦，伊内底就是甲你当做一箍啊，够好啊，然后你当去创个小的就食呀。你听我意思无？一箍外重，1公斤，内底是当外重，是当斤外啦，是当斤外就对，1斤多就对啦。这啦，我无甲你骗啦，你家己看啦，包装包啊才好看，就是啥，你交超市用的啦，包装才好看，就是超市咧用的啦，一箍超市卖较好袂了得，我帮你去看了，二条，一箍卖300块就对啊啦，来我问一下啦，今日啦吼，莫讲一箍卖300啦，这是收无几个人客啦，敢若八个人客尔啦，我少少调就好啊啦，莫讲一箍卖300啦，卖2.5来啦。底下五人要吃啊，无，这拢底卡啦，底卡苦啊就对啊啦，来安尼啦，200号有人要吃啊，无，70号买，200块来这边，200号有人要吃啊，无，
两百块有人要试吃啊？二加五啊，出条车若七了吧，啊拢五块，你当用小龙虾啊？两百块有人要吃啊？两百块。你唔要整块吗？两百块有人要吃啊？两百块啊？两百块有人要试吃啊？你拢无人要试吃啊？你拢无人要试吃啊？不是天天。不是啦，哎呀，我爱你啦，咱讲真嘞。两百块有人要试吃啊？无两百块啊？这一箱八个人买啊？两百块有人要吃啊？无两百块？两百拢要有啊吼，两百块拢要有啊吼，两百拢无人要借啊吼。好，来是刚好袂歹势，阿叔，借啦，借啦，借啦。好，阿姨搭我钱，你搭我钱。来，我问一下，讲咩？迄个谢广洛起来，来啊，企业广告。好，谢广洛就对啊啦，你等于真能炒饭啦，煮只肉鸡的，煮只。煮只白派肉会好食啦，外口吼超市一块卖哦，这超市就咧卖啊，超市就咧卖啊，是都已经超市拢有啦，外口一块卖哦，这一个超市平卖全年高翻就对啊啦。反正我们叫大叔看哪家来啦，将三个号来开第一次啦，第二个来啦，两百号有人要接啊，两百块，两百号这三号，两百号有人要来啊，两百，我就较紧的啦，将四个号来，两百号有人要来啊，两百块啊。两百块有人要吃啊！来啊！这个我送，这个我送啊，这个我请。两百块啊，只有四张尔啦。两百块有人要吃啊？无两百块啊？四个公差吧，两百块谢款肉，谢款肉两百块有人要吃啊？两百块啊？两百块还有人要吃的吗？谢款肉，这个可能百块有人要来，春节尔无啊啦，一个两块三块我来啦，我就是四个两百块你要话，赶快来这个块来，两百块有人要吃啊，两百块，两百块有人要来，两百，两百块有人要吃啊，啊这边拢买着了，两百块有人要来啊，两百，拢买有啊吼，这拢有人要吃啊吼，哈，这叫饲啊公卡吧，伊就是螃蟹迄条皮卡尿落来吧，就对啊啦，你听有意思无？哎呀，两百块，啊！你等于煮只白菜肉，煮只肉，几好食啊！来，我问一下，饲啊公卡万，个人要来三块我来啦，我就是四块五块来，两百块来这边这边算。这是香味啊！嘿嘿，那几块啦？这香味啊！嗯，螃蟹迄两支卡尿落来吧，就对啊啦，口味无啊啦，剩这四块有人要吃啊无？哈，剩最后四块尔啦，百人啦，有人要来无？好，好。一个改工螃蟹，哎呦！改工螃蟹，你加尿来吧，你加尿来吧。哎，我拢挂，我拢挂这个工。什么物件？白带。白带是南山的，够人要来哈。我剩南山的尔啦，我只上大地啦，啊，水的就对啊，水的就是无土坑的就对啊啦。共阮姐啊，你当伫遐收养大仔，你听我意思无？落后一斤卖偌济，一斤卖两百块，一袋两块了偌济，一袋六粒才加两百块，百五块啦。我少一上尾两下，卖讲开三六三五三百块，有人要吃有三百块，我是不是看到一个？来，安尼来吃三条、四条来三百块，有人要争的啊？袂多会多人要争的啊？来啊来啊，吃四条过来啦，三百块有人要争的啊？我少一个啦，三百块有人要争的，袂多啊！来安尼来安尼啦，一人五条过来三百块，有人要来安尼？我只要变成吃六条来三百块就对啊，我少少条好无啊？三百块，有人要来三百块。白多来呀，白多来三百块啊，人要吃啊，七块三百，是我送，三百块啦，人要吃啊，无人要争的无，白多来呀，白多来啊，人要争的啊，八块啦，三百块大地水的啦，这大地啦，这唔细地啦，我招一个三百块啊，人要争的啊，无人要争啊吼，拢没有啊吼，白多来，我搁招一个三百块，八块来三百块，你也认为只有两斤重就有价值啦？四块八哦。买啊！哎呀，我赚了！我甲你买，我甲你买一半，买一半。什么买一半？八块二啊，八块二。哦，好，五百啊，阿姨。开五百。嘿，开五百。一二三四，我想你知影。我想你知影，一二三四。来来，阿姨，我买这嘛。啊，靠边，旁边四啊，旁边四。几块都摸袂着，摸袂见袂。来啊来啊，阿姨，我买金鱼啦，进口的就对，进口的咸鱼啊就对啊啦。啊，你王志雄，你甲恁讲袂啊？伊装红包装超市咧用的，超市吼较济啦，一模一样的大细袋，一袋袂偌济，一袋卖百二三块尔。我问一张两袋，我来张三袋，我来啦。莫讲开三到三五啦，我就一三百块，我有人要争的啊。
挪威青旅300块有人要先等，麦当劳没先呢。哎，你300块啦吼，来来，这个我送啦，这个我请了着，四条来300块，你免无啦。赶快啦，我就真正无地方来300块，麦当劳没先呢。我刚才看这五片300块有人要先等吗？哈。刚才有桂鱼吗？啊，被买一买，对吧？买早餐。靠呀！你站在这里站那么久，没有，我走回去。哈哈哈！哈哈！你力操，我无法保护这样我没办法。上一波，我台湾三百块，有人要坐那无啊？我招一个人客，我咧时间不够，镜头卖多少啦？这台我送了，这台我请了，对吗？300块啦，有人要坐啊？300，来阿姨啊，来来来，挪威青旅票，有人要坐咧300块，300块啊？挪威青旅300块，有人要坐啊？300块，有人要啊？300块。没人要吃喔，这挪威青鱼片没人要吃喔，挪威青鱼片300块，还有人要吃的吗？挪威青鱼片300块，会这样啦，这样啦，你吃不完，会这样啦，一袋啦，两袋我来啦，我没比你更贵啦，一人三袋我来，200就对我啦，一袋我送，200块有人要赚的，有人要吃看看，来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200块有人要赚的哈，挪威青鱼一袋、两袋、三袋我来，我就是4袋我来啦，200块有人要赚的吗？够有人要赚的啊，先看看啊，200块够有人要赚的啊，200块够人要赚的哈，200块呀，一袋、两袋、三袋，我来啦，我就是4袋了，200块够人要赚的。挪威青鱼片够人要赚，先看卖啊，200块啊，200块啊，无啊吼，这拢没有啊吼，好来来来来，我问一下啦，哈，剥皮鱼哦，虾哦，做虾剥皮鱼。虾哦，来啦，诶，虾恁看有人要吃无？啊，至少我剩只尔无啊，就对啊啦，剩只尔就对啊，正海红卡虾就对啊啦，正海红卡虾。哎，死好了。哈。听无？